只有国民党好，国家才能安定进步；只有国民党好，台湾才能繁荣发展；只有国民党好，台湾的未来才会更好。如果秀珠当选总统，我一定恪遵宪法，依循本党政纲。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，坚持台湾优先、民意为本，平等尊严，巩固深化，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，让全民共享两岸的和平红利。今天，我们一步一步的，平均的成绩是15.2米。 多次表示，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建设性，跟两岸关系稳健发展息息相关。